又到了两箱货，零吃包子粉。把手提袋儿拿出来。过年的时候是红盒，现在的这个是绿色的盒。透过这个瓶能看见里边这个粉。油汪汪的，红黑儿。这个是破壁灵芝包的粉，带一个小勺子。看看这小米没得多快，这才几天呢，这么一大堆，剩这么点儿。这小海参看着是真有食欲。这一个一个的太稀罕人了，长得胖乎乎的。哎呀，这手感。Hello，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早上好。断货好些天的这个小海参发出来了啊，看看 Q 弹不 Q 弹。这会儿啊，赶紧去拍吧。这一批参吃完了，再想吃就得等两个月以后啊，不对，是三个月啊。现在口岸不回货了，就是像这种品质的野生即食小海参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批货，差不多得到六月份才能回货。所以说现在这些呢，就是目前来说的最后一批了。然后觉得这个小海参好的想吃的，然后这会儿就多拍上点吧，然后一直吃到六月份下批货回来然后再拍。已经发好了，今天冻上，然后下午就可以打包发货，一个是一个的。看它虽然小，但是看这肉多厚多厚实啊。这个也是，你看看这肉多厚，短粗胖的。妥了，冻上去。这会儿我还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还有第二个好消息，我闺女定亲了。先别害怕哈，我说的这个闺女吧，是我大姐家的闺女，那就是我外甥女，跟我闺女不也一样吗？是吧？哎呀，真的把我自己给混牢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孩子呢。我大姐打电话说让我回呀，那个说我外甥女儿要订婚呢，瞬间感觉我老了。但是高兴的事儿，今天把东西收拾收拾，然后你们订的海参冻好了给你们打包，噗噗噗发完货，然后我就得回趟家了。这回回家再拿上点木耳，这边还剩这些，这些给你们留着，我带这些回家，过年拿回去的，他们说特别好吃的差不多了，再拿回去点，然后把咱们家小米儿我再拿上点，给老爸老妈大姐他们，我们家里人也多，正好这些都是下来的稀米，这些都是稀米，看一粒一粒的焦黄，多拿回去点儿，这会儿开车方便。一二三四，40斤。再把咱们家这个古树红茶再拿点儿，过年给拿回去的，亲戚串门说好喝，人家老太太直接给送人了。
再给拿回去点儿。茶叶拿两桶就够了，这一桶是半斤，两桶一斤，就够他们喝些日子的了。妥了，就这么地儿，上去吃口饭。忙活一早上还没吃饭，吃完了饭去收拾收拾房车。